筹备这一年多，主要一开始就是要先选定餐厅。选餐厅的过程中，我也不知道到底要选哪一间，刚好在网络上有看到巴黎这边的景观餐厅蛮漂亮，所以我决定就是用这里的场地来跟你求婚。女主角的姐妹也帮了我很多，骗她，然后约她出去，利用约她出去的时间，我赶快过来熟悉一下场地，那才能有这么完美的求婚。亲爱的宝贝，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第1314天。在这3年7个月又6天，我们一起走过许多开心、难过、感动的回忆。谢谢你一直陪伴着我，也谢谢你给我的爱和包容。我喜欢活泼、开朗、美丽又善良的你，是命运让我遇见这么棒的你。虽然我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人，
我也知道我有很多很多的缺点，但是我会为了你一样一样的去改变，请让我继续爱着你，保护你，我会让你在这世界上比任何人都来得更幸福。借由今天这特别的一天，也象征着我对你的爱是一生一世不会变。亲爱的宝贝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这么多事情，你今天才知道，然后我觉得很感动，谢谢你这样子对我付出啦，谢谢。虽然你骗我很多事情，那就算了，没关系，我也爱你。